他爬上去了，我就说他还爬上去，搞不好你的引擎里面都是 Jerry 了。这也太多 Jerry 了吧 ？Oh my god！ 一二三四五六。而且有一只在它轮子上面，好恐怖啊！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Jerry 吗？因为他们有一盆那个在那里，你有看到它在吃吗？那个是喂猫的吧？对，阿老鼠在吃。哎、欸，阿尼车停这边，等一下你的车子也会充满了 Jerry。哇！哇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他在偷气球啊！好恐怖哦！你看他在轮胎那里干什么？你确定你要停这里？哎呦，你看左边超多！真的是希望你明天开车车上不要有 Jerry 啊！好吧，我要换地方了，拜拜。粘鼠板马上抓到鼠妈妈，然后不忍心看她活活被粘死，就用沙拉油把她救起来。犹豫了20分钟要怎么处理她，我家有猫，老鼠根本不怕她，最后还是跑到一楼把她放走了。下一秒她直接把我手指啃出5个洞出来，它咬了我之后，我再把它粘回去，怕它跑掉，然后再拿2个抹布抓起来。有没有很像料理鼠王的小米？超痛的耶，脸上都是沙拉油。后来还是去一楼放走它了，也去打了破伤风。但我家因为是老房子，又顶楼加盖，所以就算放走一个它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它，抓不完，真的抓不完。我听到我的排水口有声音。一个大晚上，我听到我的排水口有声音，而且排水口铁片一直被微微顶开。我实现我的冒险家精神。很害怕又想看到底是什么鬼。他还给我用手推起来。Thank you.
你哪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放出去啊！出去了。